县长，这里的落雨松好漂亮哦，空气也很棒哎。对呀、啊，你来到林内乡，一定要到我们的观光景点走一走，甚至呢，进去到乡村做深度体验哦。来，我带你们一起去。辛苦啦，来吃点水果，试一下我们在地健康安全的水果，尝尝吧。谢谢县长。不客气。哎，大姐，没到沙岗吗？原来旅游不只是到观光景点游览，走进林内会发现云林的农村真的很棒。